沟万壑中的嘉县，在黄土与河流的碰撞中，建立起了铜墙铁壁的城池。从史书中的巍巍高墙，到革命年代的声声号角。嘉县浩荡长空，回响着船夫的歌谣，沉厚故土弥散着谷物的芬芳。从空中俯瞰，这座古城仿佛是孤悬在黄土台原上的一座石头堡垒。铜五堡、铁加州、生铁铸就的绥德州、攻不破的临抚州，这句流传在陕北一带的民谣是这座古城生动的写照。在漫长的历史中，这座古城被敌军攻陷的记载少之又少。两毛起伏的黄土中，它早已成为当地百姓寻求庇护的精神依托。几年来，嘉县人高海平一直试图用画笔恢复嘉县的古城原貌，创作一幅嘉鲁古城图。我是土生土长的嘉县人，所以我对嘉县挺有那种说不尽的那种深厚的感情。画古城的这个想法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为了精准地还原嘉鲁古城的原貌，高海平开始了大量的走访和查阅典籍。这片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地域，西北靠近毛乌素沙漠，东部紧邻黄河建陕大峡谷，自古就是扼守交通的咽喉要道。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为防范西夏王朝强渡黄河，宋神宗接受了敷延禄经略安抚使沈括的建议，下令在今天的建陕大峡谷西岸，黄河与嘉鲁河交汇处的石山之巅，修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石头寨堡——嘉鲁寨，奠定了近千年的成绩。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嘉鲁寨升为晋宁军；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金兵在攻陷河东各地后，西渡黄河围攻晋宁军。凭借地势之险，军民浴血固守，长达数月之久。守将徐辉炎、孙昂被俘殉国。清朝康熙年间，民众捐资募金，建立了二忠祠。徐辉炎和孙昂两人的忠烈英名，连同这座古城固若金汤的美名一道，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历史中，
嘉卢寨屡次更改名称和建制。经过明清两代12次修建，这座宝寨最终形成了周长4870多米，由内城、北郭、南郭和罗城四部分组成的高山城池。通过现场测绘以及还原史料，高海平最终采用了清嘉庆版嘉州制中古城南北走向的长条形状。经过数年努力，完整的嘉卢古城图绘制完成。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美在嘉州美术作品展。这些画作呢，都是我们本土画家们笔下的家乡。如今嘉县县政府正在以嘉卢古城为展示城市文化的核心空间，通过举办画展、恢复城墙等一系列行动，将古城融入当代百姓的生活。垒石而上，山作根基，嘉卢古城耸立了近千年，依然以横空出世的姿态为世人讲述着金戈铁马的过往。古老的城墙昂然挺立，嘉县的历史和当代在斑驳的墙面上交相辉映，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拍摄于1947年，它记录了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真实影像。照片的拍摄地点正是嘉县白家渠村的马背梁卯一带。刘亚莲，嘉县当地文学创作者。为了写作纪实文学《毛主席在嘉县》一书，他一直探寻着这张珍贵照片背后的故事。在多年寻访中，刘亚莲发现嘉县的红色革命渊源离不开一个名叫木头峪的小村庄。距离嘉县县城东南约15千米的黄河泥滩上，每到水涨时，木头峪村就像一幅漂浮在黄河里的图画，因此又被当地人称为浮图峪。早在1926年，木头峪村的进步青年回乡后就成立了镇嘉会，宣传马列主义，埋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种。1934年2月6日，中共陕北特委、嘉县县委组织的抗日义勇队和木头峪村党员里应外合，发动了木头峪武装暴动。这个规模并不大的村落，拉开了嘉县人民武装革命斗争的序幕。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曾动用飞机、大炮数次轰击嘉县县城。嘉县河防游击队配合八路军留守部队，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术，多次击退准备强渡黄河的日军。1947年8月，处于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形势好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朱关寨村。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起草了90多份电报，指挥各路军队在全国各地展开进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7年9月下旬，陕北和全国战局都大为好转。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迁移到神泉堡村。在摇曳的油灯下，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修改并审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嘉县红色文化博物馆中，刘亚莲找到了一份筹粮的字条。通过这张字条，刘亚莲了解到，当时在朱关寨村，由于部队粮食短缺，毛泽东、周恩来请来时任中共嘉县县委书记的张俊贤，询问他能否给部队筹集到1-10天的粮食。张俊贤说，仓库还有20担粮食没动，粮食吃完了就杀羊，羊吃完了杀驴。毛主席说，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杀一头驴一头牛。最后一斗米做了军粮，最后一尺布做了军装，最后一个儿郎送上了战场。嘉县人民用实际行动支持西北野战军度过了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后来毛泽东给中共嘉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木头峪村的中心，一个被称为戏楼滩的广场，至今仍在使用。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曾经观看了木头峪群众剧团表演的晋剧《反徐州》。演出结束后，中央领导将一面写有“与时并进”的锦旗赠送给了演职人员。解放军将士与百姓鱼水情深的种种细节，经过收集和整理，一一被记录在刘亚莲编写的《毛主席在嘉县》一书当中。2001年，嘉县在神泉堡革命旧址建立了纪念馆。曾经军民一心保家卫国的这片土地，已经成为全国红色旅游的经典景区。木头峪，这个小小的村落，在黄河浪涛的打磨中，年复一年如诗如画。这是黄土高原上朴素而生动的烟火人间，也描绘着嘉县人波澜壮阔的抗争图卷。一首《黄河船夫曲》是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旋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曲诞生于一位普通的嘉县船工之手。李思命出生在嘉县的荷叶坪村，这里是黄河上自古繁忙的渡口，也是当地有名的船夫村。李思命从10几岁就随父亲搬船，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了他的一副好嗓子。古老而动人的民间故事为他进行民歌创作提供了数不胜数的素材。那几道弯。李
司命的孙子李海福至今住在荷叶坪村。在他的印象中，自己的童年总是伴随着爷爷的歌声。他就是他那儿，假如他念唱了，就知道哪个这个村子叫个什么，那个村子叫个啥，这个去叫个啥，那个去叫个啥。哎，然后呢，就后来我们村里是闹春节，春节开始就是搞活动。陕北人过春节都要闹秧歌，其中搬水船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社火船舞。搬水船由大小两个艄工和坐船女三人表演，通过艄工的引船、推船、停船、拐弯等模拟动作表现水中行驶，再现黄河沿岸百姓的行船场景。有一年春节表演搬水船时，李司命本色出演老艄工的角色。演出中，他回想着黄河两岸的风景，饱含着对黄河的真情实感。李司命唱出了“天下黄河99道弯”的词句。开船嘞！简单而易于上口的旋律，迅速赢得了乡亲们的共鸣。这首歌曲很快在黄河两岸流传开来。1942年，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找到了年过半百的李司命，记下了《黄河船夫曲》的曲谱和歌词，进行了整理。1950年，有关部门组织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陕北民歌，将《船夫曲》编入《陕北民歌选》。1953年，《船夫调》被收入《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一代又一代的嘉县人，在血脉的延续中，传唱着祖辈对于土地与黄河的深情呼唤。在嘉县的土地上，英雄的人民眷恋着黄土地上的日升月落。县城一侧，黄河的波涛伴随着高昂的歌声，响彻整个中国。若似春眠，白若秋恋。嘉县人用西晋树溪禀赋中的诗句，表达出对产自当地的手工挂面的赞许。当地政府部门举办的丰收节，是嘉县厨师陈继军一年一度的大事。每到这时，他从天不亮就开始忙碌起来，和面、醒面、搓条、盘条，每一次制作手工挂面都需要经过多达18道工序。陈继军的祖辈世代居住在嘉县陈家烟村，以制作挂面为生，这门手艺也代代传承下来。我们做手工挂面也有100多年，全村有140来户，全部县城加过手工挂面的有100来户。将面揉至软硬适中，盖上厚厚的棉被醒面。半个小时以后，将玉米面均匀地撒在面团上，开始均匀地揉，以防面团开裂破损。
把面团切成粗细适宜的条状，经过两次搓条，两次醒面，在盆中盘成条，上棍绕条。然后，一排排悬挂在用砖砌成的保温面罩里，上面盖上草帘、棉被，再次醒面。烧锅子要注意，首先把这个烧锅子把这个皮子划破，划破子挂面就掉下来了。我在炒的时候要掌握它怎么动。特别是铁器干燥和潮湿，你要抓住它的。制成的嘉县手工挂面有如根根银丝，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每根面条都会产生空腔，细小的孔隙能够吸收更多的汤汁。配上荷包蛋，加上西红柿、葱花、香菜，令人垂涎欲滴。丰收节到来，陈继军的一碗挂面让乡亲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圆润洁白的挂面带来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回味，入味的温暖与满足，更有一代代嘉县人心底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嘉县黄河岸边的泥河沟村，1000多棵古枣树就像大地留下的雕刻艺术品，虬曲苍劲，姿态各异。其中年代最久远的一棵古枣树，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嘉县红枣产业发展中心原主任高峰，自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与枣树打交道。1994年，在一次驻村工作时，他在泥河沟村待了一年。小小村落里的千年枣园让高峰非常着迷，因此在前往当时的西北农学院学习后，他又返回了泥河沟村，一待就是10几年。2014年，高峰接到任务，为泥河沟村的古枣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个老百姓可不懂这事，认为这两棵老枣树啊，也就是两棵老枣树罢了。部分有识之士啊，还认为这个事情有必要在这个全国范围内推推这事情。做一些智囊宣传。面对古老的乡村记忆面临消失的困境，一场抢救民间记忆、搜集口述历史的行动在泥河沟村展开。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等学者参与其中。在村里，学者们通过广泛采访村民，收录口述历史。村落中鲜活的文化和记忆，通过村民们的讲述，一一得以记录。2014年，陕西嘉县古枣园系统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泥河沟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村庄，逐渐为世人所知晓。自审议成功以后啊，随着我们人流的增加，我们的红枣的这个销路也增加了，价格随之也上升了。泥河沟村的苏醒激发了村民的创造力。面对每年春季枣树塑形裁剪后的红枣废枝，嘉县人成功地开发了枣木香菇循环生态体系，用枣树废枝培养菌棒，产生的食用菌废料通过简单的加工便可生产成有机肥，用于枣园施肥，既充分利用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又减少了资源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嘉县人走上了产业升级的道路。随着泥河沟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开始踏上了回乡之旅。武江伟是泥河沟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和妻子在榆林工作。2017年，他和妻子同时辞掉了正式工作，回到泥河沟村，依托千年古枣园，创办了一家民宿。在接待游客之余，夫妻俩通过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渠道，帮助村民销售红枣。从小时候，从初中之前，就一直在村里这个生活，然后这个所以说在十几岁之前的记忆一直是村里面，对村里面这个就是特别有感情。与此同时，收录着泥河沟村人口述历史的《枣园社会》《村史留痕》《乡村记忆》等一系列书籍得以出版。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与生活点滴的详实记录，成为泥河沟村人探索自身历史文化的载体。如今，泥河沟村在嘉县县政府的支持下，打造了红枣开干节、枣花节、红枣采摘节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村民们还利用枣木进行雕刻，创作了大量和嘉县有关的文创产品。千年枣园之中，古树如同这片土地苍劲的笔触，书写着嘉县人道不尽的家园情怀。2016年6月，卢森堡欧洲议会中心举办了一场题为《生活的史诗：剪花的故事》作品展，展出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创作者郭佩珍80多年来创作的200多件作品。这是卢森堡欧洲议会中心举办的中国剪纸作品展览。中国剪纸构建的瑰丽世界，让欧洲人为之震撼。他们觉得啊，就是说用笔可以写出文章，用画笔可以画出画，没想到陕北的一个老太太用一把剪刀在纸上来讲述自己的人生，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奇迹，他们非常钦佩老母亲的艺术和非常赞赏老母亲的艺术的。嘉县人郭佩珍的剪纸充满了来自陕北窑洞中的生活气息。这位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剪纸天才传承者”称号的老人，如今已经年过九旬。
他在两万多幅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见证着家乡的发展变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党安荣教授，是从嘉县走出去的城乡规划与旅游规划学者。2018年，他受邀主持编制了嘉县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为嘉县的旅游发展制定了全面规划。我们嘉县的旅游资源呢，可以概括成俩绿、俩黄、俩红啊。那俩绿呢，就指的是啊这种黄土高原上的绿色生态的基底；另外一个绿呢，就是绿色的啊农业。那俩黄指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黄河文化，一个就是黄土文化。那么俩红是什么呢？就是红色文化遗产和红枣文化遗产。每到周末，在四山环抱的嘉县坑镇赤牛洼村，只要广播里响起这首悠扬的吟唱，刚刚还在家里忙活的村民就会扛着锄头，牵着黄牛走出家门，以地为台，以农为题，将自己过去真实的生活场景演绎成一台实景剧。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原生态实景演出。刚开始我们那个拍这台剧很艰难，老百姓他不愿意演，后来一开始从30多个演员，后来变成增加到130多个。这场演出被起名为《高高山上一头牛》。在用原生态实景剧吸引游客的同时，赤牛洼村还打造了一座民俗博物馆，展出了10多万件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这些器物仿佛黄土高原上一个古老民族的剪影，留住了农耕文化的根脉。在嘉县，像这样拥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古村落遗迹不胜枚举。近年来，依托传统文化的底蕴，嘉县县政府不断进行着乡村旅游的建设。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靳义冰教授长期从事地域文化与乡土建筑的研究。为了进行陕西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的课题，他选择了嘉县木头峪作为调研的地点。靳义冰发现，木头峪的民间建筑极富有特色，2条主街、16条巷和10个拱门洞相连，既具有排水防洪功能，又发挥着加固两侧窑洞的作用，形成了别致的洞巷景观。嘉县木头峪村选址西靠虞山，东临黄河，地势西高东低，形成了虞山村庄、枣林田地和黄河的山水自然格局。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势和暗沟来解决村落的排水问题，这也充分体现了古人在村落的选址和村落的营造所体现的营造智慧。在木头峪村，一砖一瓦都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全村200余户人家，60余户都有门匾和横匾。这些匾额既是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又体现着木头峪村人的精神追求。木头峪村留下的这些门匾是彰显
是家训，是教诲，是启迪，更是严厉的规矩准绳，也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进而形成家风、村风，是乡土文化的根。在木头峪村，随处可见的牌匾、敬字炉等遗迹，至今传递着这座黄河渡口旁的小村崇文重教的精神气质。2014年，木头峪村纳入首批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落，这个沉寂了数十年的古村落被重新激活。近年来，嘉县人在保护传统文化、民间技艺和古民居的基础上，同时发展黄河风光游、田园采摘游等旅游休闲产业，遍布在嘉县的古老村落正在成为具有陕北特色的原生态人文地理乡村标本。高耸的城墙下，历史的传奇仍在继续。苍苍的河岸边，黄河船夫的号子从未停歇。千百年来，黄土台原上每日依旧升起炊烟。古老的村落见证着这片土地洗尽铅华，唤醒沉睡千年的历史，重塑着故园乡土的醇厚记忆。黄土千丈，风清万里，嘉县在时光的长河里高歌奋进，传递着星火燎原的信念。